近来手机圈发布会不断，今天 Realme 宣布将于9月5日举行新品发布会，正式推出全新系列产品 Realme Q。 根据官方信息，新机代号为四摄迅猛龙，宣布 Realme 全面进入四摄时代，其中主镜头为6400万像素，感光面积 1.7 英寸，结合4:1 1.6微米大像素，表现值得期待。此外， Realme Q 可能就是传闻中的旗舰系列，搭载骁龙855，而且可能会有855 Plus 版本。 Realme 的口号就是赶越级，性能越级，设计越级，品质越级，一招一式都是秒杀红米的节奏。这样一款手机如果价格在2000元以下，不知道红米如何接招呀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期待9月份的发布会盛宴吧。